1982年，香港制定吸烟公众卫生条例，规管售卖烟草产品。1994年，政府扩大条例内容，禁止将烟草产品售卖于18岁以下人士。2000年代，更多次扩大法定禁区范围。一直以嚟，香港政府一直以循序漸進及多管齊下方式推動控煙工作，最終目標就係要全面禁煙。經過多年努力，香港現時的吸煙率比80年代初下跌超過一半。現時尚餘約600,000嘅傳統煙民有每日吸煙嘅習慣。為咗建設無煙香港，香港政府計劃禁止2009年或以後出世嘅市民購買煙草產品。但由於立法需時，措施最快能夠喺2027年執行，亦都是年滿18歲嘅，正正就係呢啲2009年出世嘅市民。故此，香港政府以2009年作為分界線，並將傳統香煙及其他新興吸煙產品納入規管範圍內，提造無煙世代。今日要衡量辯題，我方需要我哋審視今日方案能否平衡傳統煙民同非煙民嘅訴求，能否循序漸進達到禁煙效果。我方正立辯題原因有二：第一，平衡各方訴求。根據衛生署資料，現時香港煙民佔全港15歲及以上人士約10%，當中絕大部分已係30歲以上嘅資深煙民。以人以身，戒煙意欲低。另一方明白吸煙嘅禍害，不少醫學報告亦都指出吸煙同癌症同埋其他嚴重嘅疾病關係密切。能夠做到即時全面禁煙固然是最好啦，但根本不切實際。長期吸煙的煙民受制於尼古丁，他們戒煙的時候不但要面對嚴重的生理不適，更會產生焦慮、神經緊張等表現。仰和醫院呼吸系統中心林冰醫生更指出，100名煙民之中，30%的人會嘗試戒煙，但真正戒到的只得3個。可見要現時全體煙民戒煙可行性根本極低。要平衡煙民和非煙民的需要，長遠煙草政策關注組召集人杜啟倫認為，政府在禁煙的同時給成年煙民有權利作出選擇，故此自治立法選擇以未成年的市民作為分界線，針對的就是他們沒有接觸過煙草產品的特點，從來都不存在在市場裏面，亦都沒有戒斷困難，立法時遇到的阻力會較少，亦都能夠更有效平衡煙民和非煙民的現實情況。第二，長遠締造無煙社會。立法局公認吸煙損害他人和個人健康，所引致的各種疾病都會造成社會的同的經濟損失以及醫療系統的長期負擔。中大健康文憑課程主任李達文教授指出，吸煙者對煙嘅依賴心理係即刻㗎，常日之後難以戒除，因此吸煙問題最後就是預防勝於治療。自治立法能夠禁止2009年出世的市民購買煙草產品，預防他們染上陋習，而當2009年或以後的市民全部都不能夠再購買煙草產品，未來才能夠規劃一個長遠的無煙社會。由控煙到全面禁煙，禁止2009年後出生的市民購買煙草產品，令香港在禁煙的光譜上清楚禁止全面禁煙，創造無煙世代，有效從根本解決問題。最後想問友方，你對香港的吸煙問題是否想坐視不理呢？如果不是，你又有什麼方案能夠在公眾健康和煙民的現實情況中取得最大平衡呢？多謝各位。調查顯示
小學生的吸煙率由14至15學年的2.8%降至20至21學年的2.3%，中學生則由10至11學年的15.7%降至20至21學年的7.4%。而有方過方今日咧就會將從政策針對對象即青少年去出發，限量禁煙條例是否有成效以及影響。我方論點有二：第一，必要性。現時港府強制全面禁止大賣吸食毒品，因其會對身體造成永久的傷害，若然不以強制手段制止，情況只會急速惡化。至於酒精飲品，政府偏向採用教育和宣傳等的手法，鼓勵市民減少飲酒，因酒精的危害相對的毒品較少。若然有方指出煙草產品會對身體造成負面影響，損害身體，對身體造成有害的影響，其實煙肉、腸仔等和吸煙同為一級致癌物，若然因為煙脂傷害身體，所以就要禁止吸食的話，那煙肉、腸仔是不是都要禁售呢？到底有方立法的標準在哪裡呢？再者，正如衛生局長周一我所說，多年來政府一直循序漸進地加強控煙，務求減少煙草使用和避免年輕人染上煙癮，並非在非吸煙人並在非吸煙人士和吸煙人士的期望之間獲得平衡，因此考慮法例的實施並非只是單一的準則，而是要多方面衡量不同的範疇。我方正式考慮到其他範圍的因素，包括立法的必要性。為正如我方上述所言，現時青少年的吸煙人數過於少，因此無立法的必要性。第二，反效果。實施這條法例之後，對於渴望吸煙的青少年來說，他們依然會透過各種途徑購買煙草產品，例如走私、黑市、網上渠道等，以滿足自己的慾望。因此，法例實施只會帶來反效果。參考北丹為止，北丹於2010年全面禁煙，根據該國的官方數字，在法例頒布之前，吸煙率不過1%。但在法律實施了之後，短短六年時間，北丹的吸煙率就從1%上升到24.6%，而且煙民中大部分都是青少年。而有方禁止零售賣煙，並必可以減少他們吸煙，並沒有任何實際數據論證。請有方提出數據去論證成效，否則只是為政而職。而有方提出政府預期數字，去論證翻其實依條法例咧，可以令到青少年減少青少年吸煙數字，從而達到無煙城市咧，其實預期成效啫嘛，並唔等於實際狀況喎。因實際上可以有唔同因素嘅影響，例如政府亦有其他嘅措施配合，故有方必須提出單核前法例實施後可以達到嘅實際成效，先可以論證辯題。故政策嘅實施只會帶嚟更多嘅反效果，不但只未能有效減少青少年吸煙嘅比率，反而只會衍生更大非法市場，從而本末倒置。如果上述兩點辯題理應不成立，最後想問翻有方同學，是否所有有機會對身體造成傷害，例如飲酒、腸仔等，都要禁呢？多謝各位。只係任凭嗰啲條件，即係個煙嘅人動唔動煙。
但係我方可以睇到，其實不單係借錢咁快。我方根據方案之後，目前而家實行呢嘅，我方未請得團隊同同意。我方如果方如果你講完呢個方案，你即係告知佢購買呢架不單方案係。好啦，所以而家我方方案之下，而家實行呢嘅呢問，我哋俾呢個選擇權佢，唔會出現我所講咧嗰啲就業消咧人工化下降嘅問題。我之後想問你，方案話咧睇咗個無煙嘅城市，咁樣你無煙城市定義話咧係有5%嘅煙都非常無煙城市係咪咧？我想問你，食煙對其他人20-30年對其他6人有冇造成影響？有造成影響，政府有冇責任點幫助嗰啲即係確保佢哋無辜嘅6人咧唔會受到煙嘅影響咧？但我方而家開始都有幫你政策都冇。政府有冇責任咁樣做？有幫我睇到有幫你政策都冇就做唔到呢個成效，因為政府有冇責任確保冇食煙嘅人免受20-30年嘅影響？但係我方而家可以睇到二手煙同埋三手煙呢個問題，根本咧就根本就係一個有方多次迴避二手煙、三手煙對台民嘅影響，而有影響嘅時候，點解政府唔係全力做目標係壓到係零咧，而係仲比較存在咧？我方可以睇到有方面嘅政策咧，係都做唔到呢一點嘅。我方政策做到呢一點，就令到最終無咧，最終安寧酒店嗰班人做嘅就轉為達至零嘅呢度咯，即係有方論證到點解無煙城市唔係等於全面零嘅零嘅一個嘅吸煙率。好啦，即係我想問你啦，有方話咧，咁啊讀唔係都零咗，冇識講嘅。Thank you.
傳指出，會令女性患上乳腺癌嘅風險提高70%，但二手煙害己害人，無用之言。但更新嘅係，今日三手煙都會造成對其他人造成影響。三手煙嘅化學物質會遺留喺衣服、頭髮、皮膚上面，可以長達幾個月嘅時間，一直都唔少賺，對人體嘅傷害極大嘅。根據香港吸煙同健康委員會所知，三手煙可能造成兒童認知能力出現缺陷，增加哮喘機率，亦都令同住嘅人患肺癌嘅機率提高25%。所以其實今日無論係幾種煙都好，當你造成嘅影響只有壞冇好。咁友康今日又點樣處理上述公眾衞生問題咧？今日友康就問我康，咁係咪所有嘢係個身體嘅都要禁止啊？但係我哋今日講緊就係吸煙唔單止係個自己身體，仲係佢嘅他人嘅身體。二手煙、三手煙今日嘅禍害係好大嘅。友康今日見唔到，有亦都冇做任何措施。友康係咪想係咪攞全香港700萬人嘅人性命開玩笑咧？咁啊，第二啦，就係話咧，禁煙之後就會出現私煙問題啦。但即使係而家，政府都唔允許，都唔允許18歲以下青少年買煙啦。所以其實呢個私煙問題佢一早就已經出現緊咧，都係代表政府由一開始就唔應該推行任何嘅控煙措施咧。嗱，今日有方咧就攞不單例子同我方論證啊，但係今日不單講嘅係全禁啊，睇翻我方方啊，我方係講緊平衡。而家食緊煙嘅煙民同埋啲未食過煙嘅青少年，因為佢哋冇接觸過煙草，所以其實佢哋反對聲音都會細啲啦。而所以今日我方有方嘅不單係同我方方案係完全冇類比性嘅。嗱，就好似港府禁止走私光火咁樣，都可能會出現走私嘅情況發生。咁有方今日係咪都有方今日係咪就政府同樣放任不管，唔立法禁止所有危害公共安全、公共健康嘅事咧，就會出現私煙嘅情況發生？我哋應該做嘅係加強打擊。加強立法，加強教育啊！咁點解我哋明知有必要禁止售賣，跟住要放棄應該立法實施嘅事，置全香港嘅市民健康於不顧咧？所以其實我哋今日有方都話要到達達到無煙香港嘅，但其實我嘅想法係在於究竟現行措施做到幾多？有方就話：我依家都有措施啊，但係我方反對依一啲措施可以繼續實行，幫到全部都冇問題㗎。但係依家香港有600,000煙民，有方都要做到有方嘅無煙社會過到5%。有方點樣令到依家嘅措施就可以降一下子降到5%？嗱，麻煩有方喺之後嘅位置解釋啦。嗱，吸煙對自己自身影響帶嚟負面影響係不容置疑嘅。但更何況佢哋影響緊仲係身邊嘅人，所以我哋今日先要實行我方嘅方案。多謝各位。到底呢項措施可以達到幾多額外成效，以至我
需要突然改變過一直以嚟嘅控煙方針，轉向禁煙。因為有觀眾就話啦，不單個例子係針對全部人禁煙，所以無可比性。嗱，今日我正正就係見到不單要全面禁煙，係唔理所有市民購買煙草產品，吸煙率都不斷攀升。就算煙民頻發而變成中嘅政策，甚至咧比不單更為寬鬆，同樣係禁止購買，但係零九年之後生嘅依然咧有機會透過長輩等等嘅渠道接觸到煙草產品。首先問題，即使吸煙問題同樣香港會出現㗎，點解無可比性呢？第一個同學，最高位置咧，透過推動多元化嘅無煙教育、宣傳活動啊、研究項等等，例如係無煙聯盟、無煙培智廠啊等等，共舉辦咗2000多場嘅表演，教學生認識吸煙嘅禍害。本港吸煙率亦都由80年代嘅23.3%下降至現時嘅9.5%，成為咗全球吸煙率最低嘅地區之一。吸煙一直以嚟嘅控煙工作具有成效，正如衞生局局長周英樂所講，即使可以有多種途徑取得香煙，以法例限制佢哋行為會有顯著成效。故未來都以教佢哋認識吸煙嘅禍害為主，減少佢哋接觸煙產嘅機會。多謝各位。但未食過煙嘅青少年就唔俾佢再食，咁慢慢隨住時代嘅即係食緊煙嗰班人慢慢即係講落啲過身之後咧，聽講嘅食煙人數咪慢慢不斷地下降咯，最終咪能夠循序漸進達到一個無煙嘅城市咯。即係效用方面有冇反對唔到？第一個我哋問嘅問題就係、是、香港需唔需要達成無煙嘅城市咧？咁我哋要問，因為今日全場反對唔到食煙嘅好處，反對唔到香港要達成無煙嘅城市，但係翻今日全場嘅咩講翻我哋咧係冇嘅。咁個方法就係、是。跟住而家政府嘅方針去做咯，但政府而家嘅方針就係乜嘢？就係近年我哋見到街入邊有580,000、有600,000嘅煙民咁樣做到今日嘅時候，呢個對於呢600,000嘅煙民，對於其他人群有關，你嘅話係乜嘢咧？你到二會一個法方案都冇講過出嚟，凡青分二會咧解釋清楚，你點樣解決而家對煙餐煙嘅造成嘅傷害啦？所以有方咧得有兩個論點可以逐個睇。第一個有方落實就住咧必要性嘅問題。咁就話啦，有乜嘅必要性點樣論證咧？有方就話啊，搶仔嘅煙肉啊都好致癌喎。咁嘅話咧，係咪都應該？所以係咪都要禁咧？咁問題係你自己主辯都講㗎，話咧對待嘅嗰個嘅物品程度有一個傷害有變，對待嗰個措施嘅程度都有變。所以你講動物非常有講傷害傳染咯。你講煙肉搶仔，佢講翻先係乜嘢咧？即係對自己嘅傷害。相反，煙講咧係乜嘢？唔單止係對自己嘅致癌嘅傷害，咁咧對冇食煙人路過嘅人，隔離屋嗰個人咧都有20煙、30煙，講緊同樣都係令到無辜嘅致癌嘅傷害。所以煙比香煙搶仔程度更嚴重，所以要做嘅措施應該都要更改，最終要達至無煙一個城市。之後我哋再睇反效果嘅問題，咁今日反效果咧好擔心話咧，你咁樣撳咧會令到啲人咧會咧吸煙率升翻。有乜嘅論證人咧用不丹嘅例子，但不丹例子我今日講得成場。不單係只有香港冇徵税，佢係點樣做咧？不單係做法係乜嘢？講緊而家立即全面禁煙，即係講緊而家食緊煙嘅全部都禁，咁梗係做唔到啦。因為嗰啲就食緊煙啊嘛，真食緊煙嘅時間，咁好難得入去全面禁煙啊嘛。相反，我今日方案係乜嘢？就係喺現有嘅煙民同埋冇食過煙嘅公眾利益之間攞一個平衡。現有食緊煙嘅煙民，佢哋仍俾選擇權，佢唔會一刀切全面禁煙，只係禁取啲未成年人，再慢慢隨住世代嘅轉移，慢慢逐步邁向無煙城市。所以咧，我今日做法唔係好似不丹咁樣，不丹做法係完全係我嘅做法，程度有變。有方唔能夠以不丹做一個例子，所以最後要解答嘅就係有方唔同嘅解答嘅就係，你有要你解答嘅就係，你究竟今日加出啲乜嘢措施嚟到解決香港而家禁煙對老人傷害嘅問題咧？多謝各位。
發展組召集人盧太就稱富邦近年嚟私煙嘅問題嚴重啦，且因為咧仍然係影響煙民經濟啦，因此呢個煙會令到大多嘅煙民咧進入地下市場，助長私煙嘅問題。同樣啦，我方咧今日嚟咁多人都提到話咧呢、這個三股赤客嘅問題啦，但事實上咧我方咧今日見到嘅係咧我哋我方仍然有佢需要個教育政策嘅問題啦，由方都承認咗現時咧呢、這個政策更加需要呢啲教育政策嘅輔助啦，先至能夠最終達到有方所講嘅一個全面咁嘅成效嘅。我想問有方，當你嘅政策並冇成效嘅情況之下，又如何達至有方想要嘅成效咧？再者啦，今日咧我方咧亦有提到過啦，即係主面嘅時候，到到一副嘅時都不斷喺度問，請有方回應話點解咧？不單咧唔可以咧，不單唔可以作為對比啦，但有方完全都係誤解咗我方所言嘅。另外咧，有方咧今日咧又即係不斷質疑我方話咧，我方係冇成效冇辦法喎。但事實上咧，我方係睇到咧，香港係好多有一起1982年實定立咗《禁煙公眾條例》，並且咧可以解決到現時嘅一啲問題啦，並舉出咗教育嘅例子，一種陽光論證，但係都全都係未回應過嘅。另外咧，有方今日就質疑我方話咧強制應用嘅例子啦，但事實上咧強制應用嘅例子咧，我方前面都已經舉出過，話咧有方就話首先有影響他人強制應用唔會喎，但事實上咧我方嘅禁煙區咧其實實證明可以解決到有方呢個咧首先嘅問題咯，而有方認為咧呢個問題咁重要嘅話，都係同更快去我方前向方向去解決個問題。今日有方就話可以教學生，點解今日唔可以幫佢齊下？冇得罪㗎！
市民全部去同拍，咪達到全港禁煙冇無煙社會嘅效果嘅風流，咁究竟有乜成成可以雙管齊下，好多管齊下咧？有關紙嘅方案咧，都輪值唔到達至到無煙城市。相反，我方嘅方案之後，得攞翻結局題之後，我就嚟嘅無煙城市咯。所以有方嘅方案攞取，我方嘅方案攞取，答翻個方案，不單係電聽，不單做啲咩嘢啊？有個同學咧，數珠未來，我方一半已經問過啦，呢啲措施咧，有冇同成雙管齊嘅同事？我而家就問你，呢啲措施咁可以達至到我成效，以致我需要突然改變過一直以來嘅控煙方案轉向禁煙咧？以前嘅控煙方案可以照做啦，係即係繼續緊以前嗰啲達至都無煙城市啊嘛，我講過多次。正正面答案方案咧第三條，你正正不單做啲咩嘢啊？眾所周知啦，我哋都知道禁煙嘅政策應該循序漸進，有翻一啲不同嘅方法，不單嘅例子。但我翻前幾天無數次論證過，不單嘅例子嘅意思真係即係，香港啲人都係購買煙草，而唔係吸食煙草，正有方論證呢一點。不單嘅問題係做緊係而家講咧係即刻全部人食緊煙嘅都要禁，不單嘅係循序漸進，零咗煙之後先要禁，即係不單咁嘅例子，即係點講嘅先咧？有方其實而家不單政策已經去咗六年啦，到到而家一下啱，因為疫情關係，不單從2020就取消咗煙草吸煙，煙草取消吸煙禁煙之類喎，咁有乜同我哋問題咧？好啦，所以有方今日其實都講唔出究竟不單同吸煙嘅例子有咩可比性。咁我想問有方今日就話我哋設置咗方案之後就會有私煙問題發生，但係想問有方，而家18歲以下嘅人都唔可以購買煙草，係咪有私煙問題咧？我哋雙方係咪就我哋心目中見到嘅咧？有方今日呢一個法
將呢一個法例睇得太過美好，淨係睇佢可能或者會可以達到嘅成效，但係忽略咗佢哋會帶嚟嘅負面後果。嚟到結辯嘅位置，就等我嚟總結一下兩分持份者出發，審視一下今日嘅辯題。第一，市民有乜將事情諗得好理想化㗎，覺得做咗呢一個禁煙政策就可以一勞永逸，但係睇翻事實喎，我哋政策係咪而家行政策一出一出台，啲人就會即刻唔買唔食，且定定喺度乜都唔做咧？我當時曾經不斷同友方講過，政策實施之後必然會出現反效果，第一就因為2009年之後出世嘅人依然可以透過唔同嘅渠道購買同埋繼續吸食。有方唔聽唔理，好明顯有方都知道法例存在好多漏洞，於是開始逃避問題，即係執着於喺塑造成效而專。然而我一直都喺度俾有方睇得更加全面，見到立法後會帶嚟延伸更大嘅非法市場嗰陣時，若如果將法例都好似有方咁樣咁理想化嘅話，完全唔會有反效果㗎啦。嘅話，咁我哋係咪可以完全唔使經過立法會喺審批直接可以實施呢？有方今日全因為嘅立場已經退無可退啦，話都根本提效可以達到效果。換句話說，即係就算今日有成效或者一半功勞，都係根本提效所帶嚟嘅措施嘅利處。再者，我方前場已經講過，單憑一條法例對呢一個正面影響係微乎其微，冇任何嘅實行性同必要性。點解我哋仍然要浪費資源去做一啲無謂嘅事情呢？有方全場都冇辦法同我哋清楚咁樣解答下呢一個究竟有咩作用？咁其實即係有方自己都知道呢一條法例根本冇任何嘅必要性啦。第二，政府有方同學只係認為禁止購買就可以令到青少年唔會接觸到一啲煙草產品，但係咁樣只係治標唔治本，做到宣傳同埋教育先係能夠令到真正令到青少年明白呢一啲煙草嘅害處，呢一啲先係無煙城市嘅前提。再者，有方同學今日只係禁止購買，依然有其他途徑獲取煙草產品嗰時，甚至可以接觸，甚至可以吸食，根本就冇辦法達到有方所講嘅成效。相比我方比較呢，比出嘅呢個反方案咗喺前場嘅，同有方同學證咗成效嘅顯著，兩者相比之下，點解我哋要落實一個冇成效嘅方案呢？可見呢一條呢一個法例根本呢條條例根本就係冇存在嘅必要性啦。在座各位，政府各位一直都好想做到一個無煙城市，於是佢哋一次又一次咁擴大呢個禁煙區，加重煙草税，逐步去達到呢一個目標，而唔係好似有方咁樣操之過急咁樣一步登天。好似好冇用咁，但正正因為政府多年嚟不懈嘅努力不懈嘅措施，將煙草產品嘅危害避免吸食煙草產品嘅資訊潛移默化咁樣傳俾新一代，吸煙比率先會不斷下降，而一個下降嘅數字正體，我哋要循序漸進咁樣先可以達到香港應有嘅方向。有方今日，其實我哋要做一個從來都唔係一個合適嘅時機，而係要揾一個合適嘅方案。因為如果你就算時機啱方向錯，達到無煙城市嘅目標只會遙遙無期。今日香港距離無煙城市只係差嗰一步啦，差嗰一步咩方法去令到呢一個唔會出現反效果，仲可以正面咁鼓勵市民吸煙，並非強制佢哋戒煙無可比性嘅原因，更強迫佢哋去戒煙。因此，我哋方案應該係從教育宣傳先係最正確嘅選擇。一個即係關注，要多謝各位。注重可行性的同時，考慮現有煙民處境的同時，
俾香港嘅下一代有賣煙嘅機會，讓香港逐步邁向無煙世代。第二個忽視，有方忽視咗政府喺吸煙上嘅角色同埋願景。有方主編開波就同佢講咩啊？無煙城市要吸煙率少於5%。有方承認香港係逐步去達至呢個目標，但有方點樣做到呢？由現時嘅9.5%嘅吸煙率去到2025年嘅5%，有方實際行動係點樣呢？有方話要加強教育、加強宣傳，有方反對，呢個同今日嘅議題唔衝突，佢一併進行。但關鍵就在於政府一直都有加強教育，一直都有加強宣傳，但成效唔顯著。我反對嘅就係單靠教育同埋宣傳，如果只係靠教育同宣傳就夠嘅話，就可以令到市民放鬆手法，甚至主動戒煙嘅話，咁法律根本就冇存在嘅必要。所以要達至無煙社會，唔能夠只係靠講，只係靠教，最重要嘅係法律嘅規管，有方要提清現實。有方講到乜嘢法律限制都冇，乜都唔做，點樣能夠令到呢個接近300,000-405,000嘅市民嘅吸煙者係戒煙咧？有方今日過於理想，有方又擔心酒精嘅問題會加劇啦。但喺呢個情況變得幾普遍，有方冇解釋過，冇論證過。再者，係咪因為非法行為出現，政府就唔推行對全港市民都有利嘅措施呢？喺賭博條例嘅規管下，依然會出現非法場外賭博，按照咩邏輯同埋要取消呢條條例咧？點解今日有酒精嘅情況出現，有方唔係要打擊人，選擇逃避咧？逃避絕對唔係一個負責任政府應該要做嘅嘢。第三個忽視，忽視咗吸煙對自己同埋其他人嘅負面影響。香港癌症統計中心指出，每四個就有一個患癌、肺癌嘅病人因為長期吸二手煙所致。美國癌症學會都話俾我哋聽，吸二手煙嘅人得肺癌機會係吸煙者嘅5倍。有位同學，每一個醫學報告都話俾我哋聽，吸煙唔單止影響自己，仲會嚴重危害其他人嘅生命嘅時候，有方嘅方案點樣符合全港市民嘅生命健康咧？根本就唔可行。有位又問我哋係咪要禁酒啊？禁煙仲咁詳細呢啲嘢，我方都問過啦。咁呢啲產品同禁煙有啲咩關係咧？呢啲產品點樣會損害自己健康嘅同時影響埋其他人咧？有方冇解釋過。睇下搶制煙肉啦，食有方話呢啲係屬於一級嘅致癌物啦，但呢啲嘢唔係人人都會食嘅喎。吸煙係一種習慣，調查指出煙民每日都會食至少2包煙，係每日都食。吸制煙有尼古丁、焦油含量極高，但係搶制煙呢啲有冇咧？點樣可以相比咧？酒，美國流行病學雜誌嘅研究清楚指出，飲酒嘅危害係遠遠不及吸煙。飲酒嘅人上抽煙自己飲酒，酒精嘅禍害會影響他人。但今日嘅230煙會殘害衣服、皮膚、家具上，危害其他人嘅生命。所以酒同埋搶酒同煙根本性質唔同，唔夠混為一談。其實縱觀全場，能發現有方今日欠嘅就係情理兼備。大部分身為煙民嘅父母都絕對唔希望自己嘅下一代染上煙癮，因為佢都知吸煙有禍害。知道吸煙有禍害嘅佢哋，而家未能戒煙咧，唔係佢哋唔肯，唔係佢哋唔想，而係立志戒煙由得佢哋，只係行出來由不得佢哋。先吸煙民吸咗幾十年煙，成習慣嘅方案，有方今日方案直接就可以考慮到佢哋。多謝各位。正方辯辯發言時間為4:06，無超時，無需扣分。你再過一段落，大家可能喺原位坐得一陣，詳細評判。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只需在今日集會的台上面當中，選出表現較突出的三位，各分別取分數。最佳一位填30，二佳一位填10，正方一位填10，其餘5位同學唔使填寫。
家先請化妝或者妝學對症的老師有相關的應對詞語。我即係佢而家係咁，唔係都要開房都唔係。如果上喺度，我上喺度都係。佢應該有間房係佢哋有一鋪在佢房手間。我結婚照都有寫到電腦計啊嘛，可能都有電腦計，佢輸入咗 Excel 到佢嘅手會自己出嚟。係，如果唔係你要成好多電腦。每邊派一台，每邊可以派一台台。總之啊，依條辯題大家打完之後，我就有一個感想同埋即係三樣嘢講啦。第一樣就係我覺得依條辯題咧，我自己諗咧，正方係係啦，即係正方個冇乜特別可以走嘅，總之就照住個字眼嚟去出方案啦，就冇乜嘢好，即係都冇乜嘢好走嘅，正正常常提咗樣嘢出嚟啦。咁至於反方係點樣咧，就係、是就要去加。從乜嘢啲方面可以將正方嗰個嘅主線可以即係挫曬佢啦，質疑到係有啲嘢係諗諗地咁樣啦，咁樣嘅話就會覺得反方係會贏啦。咁但係有啲即係咁今日有邊啲位咧？我覺得大家打不單即係大家打不單嘅例子咧，但係其實可能係因為大家其實我都係包括係都只係知道不單嗰、那個即係有件咁嘅事。佢全面禁煙，然之後反而佢吸煙啲比率仲上升咗，去到最後就取消咗。咁就係反方講出嚟嗰個例子嘅故仔啦。咁跟住就正方不停去解個可比性啦。但係兩邊要喺不單呢個例子贏到嘅話就，就當然呢個係我都冇時間做嘅功夫啦，就係、是。要解到俾我聽點解，即係好似你哋一路就係會解話冇可比性，因為大家做嘅。但係你解唔到點解得翻佢全面做，即係其實佢嗰邊有講嘅，所以可以將個即係都佢都喺內容上面都係會有一啲嘅分，即係唔會係你壓到性喺呢個例子度嘅，因為佢都解，即係佢都會問到嘅就係照計，如果不單係全面咁，以你哋今日嘅邏輯。冇接觸開嘅，就以後都唔會接觸啦。即係你禁咗之後，冇接觸開嘅，佢成世都冇再接觸啦。所以09年嗰啲你禁咗咧，09年以後出世啲人咧，成世佢都唔接觸煙草啦。咁成嗰班人死曬之後咧，淘汰所謂淘汰曬之後咧，咁就會變咗零㗎啦。如果個世界真係咁美好咧，咁人哋就係出嚟講話，咁不單照計都係維持，即係佢之前係如果吸煙咗1%嘅話，咁佢其他99%佢係冇接觸煙草啊嘛。咁你全面禁之後，嗰99%都係唔會接觸煙草啦。咁但係點解會最後反而會升咗咧？就係、是、根本個世界唔係咁簡單。咁呢個係佢冇好好地有組織地，即係佢有講嗰個意思，但係冇好好地有組織地，或者喺語言運用上面好知佢哋執到嚟。咁所以你個解法你有解咗，但係其實你解唔曬。所以呢個例子係佢贏佢唔會點贏到你，但係你都攞唔到啲。你都唔喺佢身上攞到啲咩甜頭？另外私煙嗰個問題就夾埋，我覺得正方嗰邊亦都係攞個反方嗰邊。你今日要做任務，你要挫曬佢嗰條線啊嘛。但係有個位係我覺得其實應該成場嚟攞嚟講，係應該要攞嚟討論嘅。但係成場咧主辯講完之後咧，就大家都忘記咗啦。我覺得呢個係好關鍵嘅一點嚟嘅，係。在我的印象入面正方是講到咧，因為但係有需要嘅，即係呢個就係、是、我覺得係辯書員嗰度個賽會設計條辯題嘅時候，俾正方嘅一個陷阱或者一個好難處嘅地方就係、是，你又要唔俾嗰班零九年，即係 你又要唔禁零九年之前出生嗰班人，咁你一定要講到點解佢有需要咯。但係你越講到佢有需要咧，就好容易就你都會出矛盾嘅，就係、是。你講啊，咁2009年出世之前，總之嗰班2009年前出世嗰班，佢接觸過煙草啦，佢上過人嘅，佢上得好鬼難解，一上得即係煙真係好犀利啊！即係總之你上過人咧，你用咩方法解唔到啦？即係佢100個人去，100個人咧得30個人會試
戒煙嘅，佢就覺得三個人就可以成功戒煙嘅啫。總之接觸到煙草唔會上癮，一上癮咧嗰百分之，一上癮咧就97%都唔會戒到煙，佢成世之後都繼續食落去啦。咁如果2009年之後出生嗰啲人，有個人俾咗煙佢食，唔需要佢買噶，有人俾咗煙佢食，佢上咗癮，佢戒唔到煙，下一步點做？都只能夠係試驗咯。因為你越講到佢，你越講到係好易上癮，上咗癮就越戒唔甩，越搣唔甩咧。其實照計呢邊反方就越講到係咯，戒唔到噶嘛。咁戒唔到，然之後有人佢食，你又講咗啲時間個例，係冇嘅下一步。即係你佢可以俾有其他渠道嘛，可以接觸到煙噶嘛。咁但係應該你要做嘅就係、是、係啊，佢接觸到煙啦，跟住上咗癮啦，你自己講話噶嘛，一上癮唔得噶嘛，97%都戒唔到煙噶嘛。咁即係咧，如果嗰2009年之後出生嗰班人咧，有100個人接觸咗咧，其實佢接觸咗之後有97個人一定要做到戒唔到煙。咁戒唔到煙咧就成日又冇辦法啦，咁點樣就只能夠買私煙咯。咁所以又係喺呢個就係對政方，我覺得係。係邊係設計令到你哋要好拿捏得到戒煙個成效？你講到戒煙個成效好低，你又好易死；你講到佢好容易成功嘅話，你又要防佢依邊防你直頭出嚟，一出嚟同你講全部嘢。咁所以呢個係對政方難搞嘅地方。咁係啦，咁你我覺得你條主線係踩咗呢個陷阱嘅，不過呢個係賽會俾你嘅陷阱嚟嘅，所以唔係你責任嚟。但都係咧，都係踩咗落去啦。咁但係就要睇下反方呢邊，你能夠把握到幾多去回應咯。有字眼上面你踩到，你係能夠攻到少少，但係其實冇好完整咁樣去即係塞到正方嗰邊嘅話，咁呢個喺反駁上面就要做喺以後嘅時候再準備得好少少。咁我嘅。
就係大家咧喺其實喺攻擊嘅 對方上面，我覺得有啲字眼上嘅使用要小心。例如咧，反方嘅攻擊正方咧，你哋會係咁話，你哋冇成效嘅數字喎，交唔出成效。但其實咧，我覺得正方佢嘅立場好簡單啊嘛，佢嘅成效數字咪就係將來零percent嘅 even 咯，因為冇人會 even 啊嘛。咁所以其實預期你哋係話咧，正方交唔出數字，你哋更加有力嘅攻擊應該係話佢好直視防守。就係覺得撳完煙之後就即刻變零 percent 噶啦，但係呢件事到底係咪實際上會發生呢？我覺得就即係其實就係好多啱啱你哋就算你嘅質疑攻擊反對面啦。咁而家 B 張咧，正方係攻擊反方咧，你好多時候有一個字眼就會話反方咧，其實今日係冇反方案嘅，即係例如正一一出嚟，你都會話反方冇反方案啦。但其實我覺得咧，即係你咁樣講咧，我嗰下因為反方其實主辯都講得幾清楚嘅，佢就係話我哋會做繼續做教育、繼續做宣傳，做翻而家現有嘅所有嗰啲嘢。咁雖然其實你整得你個後期嘅部分咧，你係會講得出俾我聽，就係食飯方冇飯方案，因為咧佢就係講都要繼續做翻而家嘅嘢。咁如果係咁嘅時候，一開頭如果你一正一出嚟，第一嘅攻擊咧，你就開始同我講話飯方冇飯方案啦，見到而家吸煙會造成好多健康問題，但佢又交唔出方案嘅時候，咁嘅話我感覺上聽出嚟就會同飯方講嘅似乎就唔好對嘴啦。咁點解你唔直接同我講嘅就係如果吸煙係重要，咁點解有方案你淨係做你嘅所謂教育宣傳？就算而家做完之後降低到7.4%啦，點解又會降到去反方所講嘅遠景無現成之外0.5%咧？你正一嘅講嘅係有呢一個嘅內容嘅，但如果你編排上能夠將呢啲嘢擺埋上去講咧，我覺得喺組織或者你去方面嚟，你點樣俾到評判聽之外，你係就住反方所講嘅嘢攻擊咧，我覺得會比較有一個比較好嘅做法咯。咁而我覺得最後嘅就係其實我覺得雙方咧去到後場咧，正如啱啱所講都有啲悶。咁如果比較期望大家去到呢條辯題上面有得突破嘅話咧，我覺得反方就係其實你可以多啲就住啱啱我所講嘅嘢，就係一個細路仔嘅角度。如果成個社會都食緊煙啦，咁我呢啲零九後出生嘅人士，其實我都會有意欲，都會願意，都係會嘗試呢啲煙草產品。結果到將來你哋所講嘅吸煙啊、不得嘅個問題會繼續惡化咯。咁而同樣地，用呢個邏輯都會解到今日場上就係雙方都講拗咗好耐嘅嘢，就係點解不單個例子會能夠類比咧？咁而另一方面啊，正方我覺得去到後場咧，你哋可以再做多啲嘅深化，就係、是、其實如果一個細路仔去到喺學會買完啲煙草產品之後啦，咁但係就算即係如果成個社會嘅氛圍就係、是，因為其實你哋眼中其實有條時間線喺度噶嘛，咁一方面而家我嗰啲而家食緊煙嘅人，你都會繼續教育宣傳㗎。咁所以其實相應地，你用食翻反方啲數字咯，而家你都識講，其實啲吸煙率都比較下降嘅，15.4%-7.4%㗎嘛。咁其實某程度上，如果社會上我哋都適應到，我哋都知唔食煙啦。咁其實喺反方嘅世界夾埋佢都冇問題噶嘛，我坦白講。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點解成個社會嘅氛圍上好咗？與此同時，我哋再夾埋煙啦，係會更加一個比較完整嘅做法咧。啊，同埋最後一樣嘢就係啱啱落咗講，就係、是、其實今日反方咧又會問到正方，就係、是、你哋所講嘅嗰個咩毒品同埋煙草可唔可以類比嘅嗰個問題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其實反方咧係我成日去逼到正方出一個好奇怪嘅立場嘅。因為你哋問咗佢啦，毒品係咪都要禁咧？咁正一條回應方法就係話，因為你吸煙會造成二手煙、三手煙嘅問題啊嘛。咁但係其實我期望反方會問翻正方嘅就係、是，如果佢所謂禁止嘅原則係因為會造成二手煙同三手煙嘅問題，咁你佢都唔淨係應該禁09年之後，應該禁曬所有煙草噶嘛。咁所以其實正方嘅呢個所謂原則佢呢個標準係咪都係為變而變咧？咁如果你哋能夠從呢一方面上揾到突破，再將你哋後面所講嗰啲毒品或者其他類比嘅攻擊再加以深化嘅話，我會覺得你哋個政府壓力會大好多，就唔會導致你今日我所講可能有好多嘅好多芝麻，就係、是、你得唔出辯題嘅結論。咁我今日就係咁啦。反方同學，相反地係你冇聽到對方嘅流言之後，
作為一個抨擊。咁所以後場咧嗰個失分咧係嚴重，我都坦白講嚇。咁反而去到正方同學咧，去到後場咧都係越戰越勇嘅。不過質問嘅點咧都其實比較單一，這個都同意之前兩位即係前兩位同學所講。咁但係冇辦法，因為對方攞唔到你哋嘅流動，咁你攞到對方嘅流動，所以你不斷用質嘅時候咧，去到後場咧，你係某程度上回應對方嘅次數咧比較多，咁所以我就覺得後半場情況比較好，就係。唔該曬。而家要等佢哋攞先翻嚟。